你是哪根葱？我先来。你又是哪根葱？看我的，这个三根葱太嫩了，这个两根两根，难道是凉拌的？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一根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啊！哦，肠粉掉了没有？我减肥，我还手术。汤根到了，这个两根老葱我不要，我就三根嫩的。榴莲，榴莲，炸！比我选的还差，太不一样了。好事成双，我的也是粉。